他叫夏木，四岁那年呢，他父亲学了短剑，母亲又因为债主们逼债上吊自杀了，从此这个孩子越来越孤僻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学着走出去。一个人走会走得很快，两个人走才会走得很远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带着你朋友呢。不许再靠近朱亚王。靠近了又怎样？我杀了你。夏木，你不要哭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别说跟我走。不行，下辈子我们一定会遇到。那时候你不来。